待我破了魏兵，将军在丞相面前可分不得掌控。我只求街亭牧师不敢奢望大。谁敢杀我，我敢杀你。哎，大将军，二将军，管将军兵败，陷困于麦城，万分危急，守住援兵不能旦夕就到，管将军特命我冒死突围前来求救，望二位将军即刻发兵前来救援。中原一急不易缓，倘旷日持久，定于我军不利呀。太守率兵欲往何处？太守，腹中诸葛亮奸计矣。姜维愿降丞相。快快请起。哦，无需忧虑啊。只凭我这口刀，我这将弓，1000个来，1000个死。走。张飞，汝不必害怕，当年长坂坡的英雄敢否下关一战？马超在此已恭候多时。号令兴灵，我乃常山赵子龙也，我乃常山赵子龙也。子龙速行，追兵我自当至。我乃燕人张翼德也，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我乃燕人张翼德也，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我观颜良如插雕卖首耳，我虽不才，愿于万军之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。我堂堂丈夫焉能背义投敌？哼！城若破，有死而已，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，身虽死，民可垂于竹帛也，又何惧哉？